看看新闻网。来关心别的消息。自从黑人陈建州和范玮琪的宝宝降生以来啊，黑人是始终都通过自己的微博时刻跟我们分享着自己的喜悦，我们也是感同身受。就在20号上午呢，黑人又一次是晒出了一家四口的合照，并且啊是把双胞胎儿子的名字一并公布了。大家都知道网友的力量啊，很多人都在看这俩兄弟的名字。黑人，你确定你取的是你想要的那个字吗？咱们来关心一下。哥哥叫陈瑞飞，然后弟弟叫陈瑞翔。跟自己微博报喜一样的节奏，首都代表老婆范玮琪产后现身的黑人陈建州一上来就与我们分享了初为人父的喜悦，而且兴奋地把双胞胎兄弟俩的名字也一并分享了。哥哥叫陈瑞飞，然后弟弟叫陈瑞翔。取名字就要取全套的嘛，英文名也应运而生了。哥哥叫 River， 然后弟弟叫 Ryan。慢着，宝贝名字当中这个瑞字看着有点衍生嘛。本着职业强迫症，小编翻开了字典，小编打开了百度，意外果然出现了。无论来自传统还是现代的显示都告诉我们，王字旁加上睿智的睿这个字它念玄呐。那也就是说黑人在发布会的时候口误了了。不对啊，人家的英文名字不是 River and Rhyme 吗？所以爸比，你是真心把这个字念瑞对吗？对吗？对吗？说到这里，小编已经有点不敢想象这个爸比会对兄弟俩今后的命运造成怎样深远的影响了。哎，算了，感恩感恩感恩吧。娱乐新天地台北采访不到。